熊大做的。对不起，这个是谁做的呀？都是我。团结。这个动画谁做的呀？马上。这谁啊？这谁？哎呀妈呀！你看你后面，你看你后面那个黑的头发，我感觉我像光头。哇哇！但是你们在吗？还是现场开的？我不在，反正我都开爆的。怎么静音了呀？看啥？不要挡我呀！快点给别人让位，不要挡别人让位。咋的？要看 Rebecca。我要跳下去。Loser。行了行了，不展示才艺了。舞蹈吗 ？How many cookies can a good cook cook if a good cook can cook good cookies? A good cook can cook as much cookies as a good cook can cook cookies. 听不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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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懂。英语绕口令真的很难。你就是个小丑，小丑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小丑，不想跟你说话了，小丑，不想跟你说话了，不想跟你说话了，小丑。别说了，两个都是小丑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找厕所，对。还撸子。厕所在那儿是吧？对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个人。我在那儿过了一天，然后连厕所在那儿。你看，我有点饿。哎呦，我有点饿了，我有点饿了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给我吃了哥。哎呦，哇塞，这个整。宇恒哥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瑞贝卡不是说她一个人住吗？她是来劝你了，回头是岸。刚刚看到了，还有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。还有一个人？对，就刚刚进了那个房间。这俩不是人吗？也没发生，现在发了。你是不是嫉妒我跟瑞贝卡的关系更好啊？我嫉妒，不是啊哥，我嫉妒了，真的，我嫉妒，清清楚楚，来了来了。别开玩笑了，如果真的有其他人，瑞贝卡肯定会跟我说的，肯定会跟我说的，肯定会跟我说的。哥，你咋不相信我呢？来了，咱们认识那么久，难道你心里全是他吗？全是他吗？他真的是他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瑞贝卡，你来了。你来了。这个房子里只有你一个人住吗？嗯，对啊。那被锁的那个房间是什么意思啊？锁锁有什么秘密吗？啊，那只是间空房。那被锁的是。不过有点乱，所以我锁上了。啊，饭做好了，下去吃饭吧。我就说嘛。小小年纪天天疑神疑鬼，来来吃饭吃饭，吃什么饭呢？别吃了，别吃了，真的，又睡不着了，又得熬夜。心跳声，咚咚，我跳，这儿我好像真的睡着了。不是你知道前面那个地方吗？前面那个地方我也真的睡着了。哎，这个最真的，不是我当时真的睡着了，全剧里面最真的一段，起来特别早。没得分上去，那我们也睡，我们就真睡了，真的起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这是什么 BGM 啊？我一命通关，没有秃脸。为什么？宝贝别怕，我拥有它。值得，宝贝别怕。值得，留在，不要害怕，没有秃脸。好熟悉的双味道，在哪闻到过？哎，左贤身上不是有树味吗？你也凶手，凶手。知道为什么打不开吗？因为那边没空间了。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武功男来了！我的妈！耶、yeah.
那个假弹的有点明显。冰的意思。哎呀！哎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解释了，解释就是这么比较狡辩。擦汗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还流汗了？来，我给你擦。人家不能流汗吗？别人不行吗？你还非要帮别人擦？我给你擦擦。在干嘛？我还是自己来吧。还不好意思啊。哇！屏保，这个也是屏保。我服了。直接上九宫的屏保。哇！啊！屏保，我也想去。啊，哥。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奇怪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听到你在袋子里面还说？我怀疑那些房间就是有人住。微微卡都说了没人，你还一直问。就是啊。哥，你咋就不相信我呢？还相信别人？我才是你最爱的弟弟。你不是的。你不是。你不相信我吗？你不是的。我把你当我的朋友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？对呀，人怎么给你怀疑了？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在这看啥？你在这看的啥？笑了。两位哥，咱们不要偷看，两位哥。不是尽快，送他们走吧。谁都看得到的偷看，谁都看得到。再给我些时间。声音那么大，他们听不到。这儿我好像也睡着。太假了。这儿没睡着。哎呀，直接把他捆起来就可以跑了，真的是。真的，他俩把瑞比卡捆起来就行了。对呀，四人捆一个不行，还捆不过。怎么每次都不过你就跑？哎呀，狗狗碎碎的干嘛呀？哎，又是树木的味道。哥，别睡了，快起来。怎么做梦了？啥呀？刚刚那个人进了我们的房间。还摸了我的脸啊，不吓人啊，大晚上怎么那么清醒啊？出去看看。那是你直接睡了，我觉得那我天来了，我真的把我吓一跳。说你吧，保持诚实，保 to be honest， 保持诚实什么？你还问他应该是英文机翻。我的妹妹伊莎贝拉也住在这儿，不过她身染重病。身患重病，身染。我之所以搬到这里来住，都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有益于我妹妹的身体恢复。对不起，雨安，我怕你知道了这些事之后，你会离开我。你会离开我？对不起，雨安，真的对不起。我要还要吃早饭。我不是故意想骗你。对不起，雨安。哎，别哭了，别哭，没事的。超级病症。没事的。我以为是你不靠谱，完了，我感觉要来了，要来了。你看看那路上的小哥哥，就跟着人家跑了。傲天怎么跟？那叫爱情。别废话了，爱情，大哥，爱情，这都几点了，咱也不能光干活不吃饭吧？可以暂停了，可以不用看了。行吧，跟我走。我这可以不用看了。看看看看，要走的是傲天。OK OK， 来了来了。来了，明天来了。哦，不对，不能来。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懂不懂？鸡蛋饼，这是加拉山最爱吃的。老板，来碗牛肉面。抱歉，没有牛肉面。那来碗重庆小面。抱歉，没有重庆小面。就在面对面喊这么大声干嘛？葱花面。抱歉，葱花面也没有。不是，他这俩人那你们有什么？牛饼吧。那来张饼吧。你到底能不能找到加拉山雨安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再找吧。找不到还在这吃饼。因为喜欢给你画饼。是要找的。饭也消失了。饭也要吃的人不一定要找，你知道吗？不着急。你知道他们已经失踪多久了吗？ Two days， 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才不知道。整整两天。Two days， Two days。哎，当初开始说是 Two days， Two day， Two day。如果你要找人，我这里或许有一位合适人选推荐。看
弯刀，完了，完了，弯刀，完了。如果有什么，完了，我不结，我们一定结成为夫妇。夫、啊、妇，看着有点儿不靠谱啊。你看着也没靠谱到哪去。我们是良心占星屋，擅长各种业务。你们是想测爱情还是测事业呀、啊？还可以测爱情吗？我们想找人，有两个人失踪了。哦，找人啊，这业务我不熟练。师兄，你来吧。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万达。鬼见愁，初级占星师，这位是我的师兄智多星，高级占星师，有极强的预测能力，我们要找人。他呢？他怎么来这样？你们有带要找的人的相关物品来吗？帽子、外套或日常用的都行。我师兄要用这些物品来判断他们的方位。戒指可以吗？是戴那层的戒指。怎么开挂呀、啊？戒指是项链吗？对，戒指在项链上面。开始施法了，开五毛钱特效，五毛钱特效。来了，哇塞！哇！五毛钱特效。这花了多少钱啊？半毛。半毛钱。云深。全念上诗了，不是？只在此山中。什么意思？我师兄的意思是，你们前几天有没有路过一栋郊外别墅？没有。这都能翻译出来。你们要找的人，哪个女人啊？这是放大版 ，OK。哦，袋子，袋子。哦，没事了，说谎了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两题，这题三题，不用看了，说谎了，不看了，真的别看了，真的会死了。看什么彩蛋啊？不要看了，我要看弯道，谁让你来的？好似星辰，多少从一起越缺，那树微弱光线。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可不是这啥呀？呀，陈哥，理工男，理工男，下班了。嗯，我那么真心的照顾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逃？拜拜